双十国庆焰火秀首次移师云林举办，模拟动画曝光。焰火释放搭配现场声光音效，震撼力十足。精彩的展演将在虎尾高铁特定区释放，云林县府团队全体总动员，县长张立善出席活动记者会，欢迎游客来到云林。啊，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好的这个美食美景呈现给大家。那当天晚上呢，除了非常亮丽啊、非常绚烂的这个烟火之外，还有400台的无人机。那从4点半开始呢，我们就有非常好的这个表演。由于焰火释放地点紧邻云林高铁站，县府也鼓励民众搭高铁到云林，规划的接驳交通疏运也都准备好了。来到云林县呢，我们不只是交通路线接驳车，我们都为各位安排好了。不只是你坐台铁或是高铁，或是在县内一些转运站，我们都10分钟就有一班接驳车，让你非常方便快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会场。云林县首次承办国庆焰火，县府说要将云林最棒的一面完整呈现，白天来到云林观光吃美食，晚上看焰火，一起替国家庆生。民视新闻主持人蔡松林云林报道。